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谭某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也有好几天没有更新了，最近都一直在工地扛水泥，也没怎么锻炼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买的这个哑铃到货了，用起来非常顺手。总共有两个，我的计划是用来练肩的，比起矿泉水瓶练的话，果然这个。发力点都不一样，感受都不一样，刺激非常到位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不是一个那么纯粹的一个徒手健身的人了。虽然说之前也不怎么纯粹，也有一个弹力带啊什么的，但是有哑铃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比之前好多了吧。扛了一天水泥，今天还是比较累的，所以说今天的晚上的训练就随便做几十个俯卧撑，练基础哑铃，就这样了吧，大家再见。